二一，启用。借着这个机会啊，表示我们中华邮政对于啊这个争取荣誉的选手的一个啊尊敬。那我们也希望发挥中华邮政这一种啊这个为我们大众服务的精神啊，来大家共同来推动体育。那么第三点呢，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活动，让轮背乡成为一个特色的，不但是一个布袋戏之乡、洛龙之乡，也是一个爱好体育之乡。许书静是一个非常单纯、非常正面、非常自爱，还有要求自己非常高的一个引领的好女儿，因为她的表现，她把台湾挤上国际，是我们伦贝人的高的骄傲。今天很开心，大家都来教堂为金牌油桶来祝贺，然后非常感谢邮局为我设置金牌油桶，也是全台湾的第一个金油桶。感谢所有人到场，为我加油，一鼓励，谢谢。